要不是我站在那儿，虹桥就没救了。当时河北岸没有一个人。哎，人家淹了就有人救，你哥淹了咋就没人救？就是嘛，我们汪家从来没有饿过人，更没有做过缺德事，为啥要遭这样的横祸？哎，天有不测风云，仍有旦夕祸福。白送的事让人听了伤心，以后别提了。不管咋说，白城今天救人的事是好事，说的傻一点儿，也算是积了一回德。白城，爸老了，一天天不中用了，你还年轻，要记住爸的话，人活着就要好好做人，做个好人啊。岭南叔一家人挺讲义气的。白城，我可给你说清楚啊，人家是贫农，咱家是地主，到什么地步你可不敢忘了。我娃戴帽子要知道自个儿头大小啊。哼，叶炳南精得跟猴一样，他会很快了了这份情，吃了还怕打这地主把人家沾染黑了。大伯，大妈，哎呀，红桥，哎呀，你可是稀罕人，快快快，快屋里坐，来来来来，快点进来。哎呀，百成，哦，对了，我爸让我来酬谢百成哥了。大妈，这是给您的卡基布。这不行吧？我爸让你一定要收下。哎呀，你看你爸跟……百成哥，这是给你的。不用不用。收下，妈回去对他爸也好一个交代。给你爸跟你妈说，那就谢谢了。哦，真是太多心了，你看。那我走呀。啊，走。嗯，婶送送来。啊，不用了，不用了。来，哎，送一下红桥。哎、不用送了。大妈，我走了。啊，百成。啊，送送他。啊，行。红桥啊，嗯，回头再来。好。哎，啊，你家有书吗？有啊，啥书啊？小说啊什么的。有，能不能借我看看？行，哎，上我屋去吧。行，走。牛虻看过吧？牛虻啊，这个钢铁是蒋令成的。哦，创业史。创业史可好呢？还有啥书？
这个也不错。啊，你可都得看啊。